那车接好了，一样往那儿弄嘞。刚刚同学打电话说让他上到那儿来。哪儿啊？同学。对。中走，妈，你去不去？阿克走了，不等你了。俺同学可是妇女只有那儿。妈呀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赶紧让洗洗呗，不？阿克去洗衣裳吧，我给咱妈接走两天，接走一天。一样都换好了，问这一身中不中，不中他就换，嫌给咱丢人不丢？不丢人，长得好看主要是。天，我操，恁俩真是一模一样，都是这个裤这个鞋。我去换呢啊！我去换呢啊！你拿我的。阿妈，阿妈走了呢。等一下，孙女换外套了。奶奶，孙女给奶奶媳妇换外套了。二叔，先把作业跟手机给我。啊好久不见了，带点水果。今天开车让俺妈堵车，监督一下。我给你压住针。哎，压针，走。啊？妈，我一刚刚给这车，我妈谢谢你。不是该加油了吗？你看俺爸出来，这鞋垫都哪块了？我跟住的那几个，我给他拿钱吗？冰冷，冰冷。加满油了，出发，但是我有点不想去了。突然间退却了，我有点害羞了。要不去吧？刚才加油了，找半个小时，俺妈啥都不知道咋开这个油箱盖。这是俺村一。俺高中同学，高中同学。天哪！你随便，我都有了。送你十件，赶紧。那咱走吧，谢老板。都送给春姐了。让俺俩买点吃的回家，高兴高兴，是不是、啊？俺妈姐跟住好几天了，还不下车的时候，人家光认识我。俺小时候都是来这儿干工，让我姐小时候来了，第一件事都是想买指甲油，不叫买。第二个都是买那个，你小时候喝冰吃都不喝，喝不起。我都是走的时候都哼唧一天，走的时候过一杯，然后拿着骑个那个自行车坐后边吃。那是岳飞庙。哎、你果然，你的车真没有油。我确实没这种没油。你开都直接顶那哈，俺给你加了，直接加满，看我好气不好气。那你来。让俺跑了一趟同学。我媳妇比较油，那油多？那油便宜不是？对，现在油变成6块多了。便宜便宜。俺想同学跑一圈。